亲自把热腾腾腊八粥交到特教生手中。佛光山梁别院住持妙清法师率领佛光人来到宜兰特教学校，用150碗温暖心意和师生结缘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佛光山梁阳别院的师兄师姐，还有妙清法师哈，今天特别来我们国立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照顾我们的师生哈，给予腊八粥的一个祝福。大声向师父说谢谢，孩子们开心排队领腊八粥。佛光人送幸福脚步来到苏澳镇南安国小，国际佛光会兰阳教师分会会员们起了个大早熬的220碗腊八粥，在这里飘香。当天云水书车也来了，感谢宜兰佛光山兰阳别院云水书房长期对南安国小的服务及照顾。在学期中，每个隔周的星期三，海鸥叔叔都会开着云水书车行动图书馆，不远千里从宜兰市来到南安国小。从南安国小到宜兰特教学校，兰阳别院把佛陀成道法喜变成数百碗热粥送进校园，希望孩子们吃在嘴里，暖在心里，吃出慈悲智慧。希望小朋友吃了腊八粥以后，更能学习佛陀成道的中道精神，那一种精进勇猛以及慈悲柔软。腊八粥希望带给大家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。林云是林君毅，宜兰采访报道。